谢谢你这些年的错海，辛苦了。哎呀，怪我们，你说搬什么家呀？要不然早成了。原来他学音乐是因为样样。不点赞有什么用啊？主要是转发、评论再转发。可爱死了，你这是舅舅。死我心死了。说，想要什么奖励？想去留学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以后慢慢相处就知道了。凭什么说我配不上他呀？明明就是他自己捡了一个大便宜。要不然出去说说，别再让我看见你，不然我就跟你死磕到底，大不了一命抵一命。我真的该走了，赶不上飞机了。姐姐，哎，你干嘛？把你自己放下来！姐姐，虽然说我也喜欢西索，但是今天晚上可是我们家安安的专场。我在最合适的年纪遇到了你，没错，我也是。谁还没个老婆呀？是不是？